你说谁呢？你老婆谁啊？我老婆，林霜。你睁大眼睛看清楚，我是谁？ 在学校里的时候，他就是高材生，校花、学霸，给我在家里头洗衣服、做饭，给我生孩子。你老婆谁啊？林霜。啊！没事吧？不好意思，我不是故意的。都走。没事吧？ 现在知道来打苦情牌了，魏明这个人啊，我和你爸从头到尾都没看上过。当初是你要死要活的非要嫁给他，但是现在说这些已经没有用了。你不是谈谈恋爱闹分手，你现在婚都结了，孩子也有了，这不是儿戏呀，你要负责任的。 妈，事到如今，站在我这个做妈的立场，我还是劝和不劝分。可是他这么过分，我就这么随随便便的原谅他吗？来，原谅是原谅。 但不是随随便便的，我们皇家哪能任由一个外人来欺负？但是你呢，也要硬气一点。
两个人在一起是要磨合，要包容，但是规矩还是要立的。这件事情一定要让他记牢教训。嗯，哎，愿赌服输啊 ，P 三确实很优秀。呀。这话能从你嘴里说出来不容易啊。其实啊，我建模呢就比你稍微的细致了那么一点点，谁让你传统大直男思维呢，就差那么一点。哎，你该不会是为了帮我树立信心故意放水吧？没有，但是帮你树立信心确实是我的本意，可是我怎么也没想到居然你会赢我。我本来想着说赢了你之后得安慰你吧，哎呀 P 三确实很优秀啊，你输了一次没关系，再努努力还会再输第二次第三次。笑啥呀你？你现在这个表情跟大学时候输给我的时候一模一样，看来是真输不是假输。你现在这个表情跟大学欺负我的时候也是一模一样。林爽同学，真心的，真心的替你感到高兴。谢谢，这么多年啊，你终于认清现实了。是啊，这么多年我也终于学会正视自己的情绪了。哎，爽，跟你商量个事呗，那要不然咱们建立一个终身 PK 制，啊，你给我个机会，我努努力，争取后半程赶超你，怎么样？幼稚。哎呀，有些人呢，总是拿套路当成熟，拿真诚当幼稚。昨晚上哪儿去了？喝酒去了。那几个人非得说我怕老婆，我怎么可能怕老婆呢？你不怕老婆？那我为什么要怕老婆？我老婆上得厅堂，下得厨房，外形好，不止长得好看，还在学校里的时候他就是高材生，是学霸，校花，那又怎么样呢？还不是嫁给了我，给我生孩子，给我在家里头洗衣服、做饭。